从我印象，我就吃了大概30年有了吧。看一下它的汤汁，他们家的小笼包真的是一绝，太好吃了。因为我们用的器具沿用古时候留下来，所以它是很原味。而且你们的米糕其实是一天几颗而已，没卖完就没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汤怎么今天怎么比较浓啊？因为有情感的成分在里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